从一开始的惊吓当中，甚至到 denial 的里面，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过程。其实最重要后面一个关键，其实是怎么样从这个伤痛当中学会饶恕，然后在饶恕的里面才能够经历到从神来的医治。哦，我想这两个功课是在分手完之后，每一个人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。如果不走完这个过程，其实我们很难预备好我们自己进入到一个对的关系的里面。即便碰到对的人，其实还是我们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东西捆绑辖制着我们。所以，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在分手当中所经历的伤痛，透过饶恕来得到神的医治，然后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全，才可以预备好进入到正确的关系的里面。虽然我真的好喜欢你分享这个部分，因为你谈到这个饶恕，我想要更进一步的说，就是其实这个饶恕，很多时候我们要饶恕对方，但是我们也需要饶恕我们自己。你知道，很多人在这个分手当中，当他静下来去醒思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很不原谅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。那么，好好的去饶恕自己，然后去原谅自己，然后好好的去原谅对方，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已经进到一种互动，就是我们彼此说的话都有一些伤害了，他说的话伤害到我们，我们又有一个很伤害对方的反应，饶恕他也饶恕我们。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你所分享，也是真的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的心真的感觉到突然被抽空了，因为对方在我们的心中是这么的重要，这么的巨大，但是当抽空了之后，我们里面留下一个好大的空缺，可这个空缺只有我们邀请神进来，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能够填满我们内心里面的空缺。